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汉语语法课堂。老师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把奶奶接到北京来了。奶奶年纪大了，眼睛、耳朵都不太好，在我们家闹了几个笑话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你看你爸爸那时候多年轻啊。奶奶，你再看看，那不是我爸爸，是我。奶奶把老师看成了老师的爸爸。奶奶把老师看成了老师的爸爸。咱们家住在几楼啊？住在四楼。十楼啊，这么高。奶奶把四听成了十。奶奶把四听成了十。这牛奶怎么是咸的？奶奶把盐当成了糖。奶奶把盐当成了糖。奶奶都闹了哪几个笑话？还记得吗？对，奶奶把老师看成了老师的爸爸。奶奶把四听成了十。奶奶把盐当成了糖。我们的朋友佳明学汉语的时候也闹过一些笑话，我们看看用拔怎么说呢？佳明写的对不对？哪个汉字不对？为什么？佳明把老师的诗写成了很帅的帅。佳明把老师的诗写成了很帅的帅。佳明把很帅的帅写成了老师的诗。佳明把很帅的帅写成了老师的诗。怎么样，你说对了吗？我们看佳明在饭馆又闹了什么笑话。水饺多少钱一碗？服务员为什么不高兴？用拔怎么说呢？佳明把水饺说成了睡觉。佳明把水饺说成了睡觉。今天我们又学了新的拔字句，你都记住了吗？